美少女加油团又出动，斗颜值，拼才艺，比话题，要你好看。大家好，我叫豆丹，今年23岁。潘粤明、熊梓淇、王岳林花招尽出，美女评委团竟不卖面子，难取悦。我不知不觉也忘记了。这玩意儿自己上手都不带理我的，像一堵墙一样纹丝不动呗。更有各界流量担当来竞演，胡一天、周一围在线芒果热播剧啊，小名叫梅梅，能告诉我一下你的学历吗？就是学过一点。各位同学，你真的知道你是来哪里面试的吗？咖啡酱、沈腾现场飙戏，重塑《还珠格格》。阿玛要做，肯定要做主座。热巴、俊凯，爆笑接龙游戏，别开生面。启用成语形容杜海涛，一毛不拔。稳如泰山，貌美如花，小猪佩奇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大象。小象。见字猜人高难度，豪华竞猜团竟陷入困境。点菜炒腊肠。2067年，我80岁了，臃肿老态。追我的人没有一打，也有半打，你才是那个最该后悔的傻瓜。下周六晚，最火看我的，火到不容错过。